谁？我不吃，谢谢。你不吃？我就是一直感到反胃。你不吃，那我吃，我不是一个人变胖吗？你怎么有这么邪恶的思想啊？你所以我怀孕变胖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叫我吃。你真的好可怕哦！你要我讲几，我都讲到哭。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，他一直问我说可不可以吃甜甜圈什么什么。然后你也知道他受孕过程多辛苦。然后好不容易怀上，然后我就说：“珊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”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我真的是心疼他。那女人，我觉得只有在怀孕的时候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哦。重点是他说你不吃，那我一个人吃，不是我一个人发胖。因为我老公每次都说你妹在害你，你不要老听他的。我哪有害你啊？我没想到我老公讲的话才是真的。可是我都觉得，我一直觉得他在挑拨离间。可是现在我真的发现，我要跟我老公说声 sorry。你们自己评评理，我有害我姐吗？